Hello， 欢迎来到 Land Player， 现在玩游戏的血印领主，开始选角色，枪神。隐刃法师，琴师，御剑，魅影，什么善哉。幽冥，那选这个角色，看下头发，我下巴那么长，我偏要怪人。我全部加满了，都等开了。哇，变怪物了，变怪物，该、okay， 差不多了。进入游戏。来看好不好玩。好，开始了，看着点，凶不凶？好，闯关喽，来跟着人物跑。升级了，走。做任务一下，我直接跳过去吗？哇，这么厉害啊！一开始就很强。哦，放掉，反应很好。哇，有戏看了。看完胶藤，假的，找新小领主，
风拙劣。啊，去做任务了。哇，魔鬼！哇，开始战斗了。哇，给他自动打。哇，答应了。刚开始比较简单。来，我们继续转关。嗯，消失了。啊，去到哪里？逆水城，选择顶级画质。啊，跟着任务跑了，看做什么呢？树林雪交谈。这样也升级了。